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讲到台湾的宣教的历史，检查咱想到的拢是查甫的吼、男的宣教师，不管咱过去讲的马街，还是马雅各，还是孙雅各牧师，咱听到拢是查甫的。总是踮伫台湾的历史，女的宣教师伫咱的台湾有真侪水的卡迹。今日咱看这个伊丽莎白，伊是伫十九世纪末来到台湾，是咱台湾头一个女的宣教的医生。某人叫伊号做宋以利医生，或者是叫伊宋中干牧师娘。伊是1864年出世，伊是伫苏格兰人，是一个真聪明的人，伊的医学非常的好。在1891年的时阵，伊去到香港，甲宋中坚、宋中干牧师结婚，过当年就来到台湾，甲牧师做伙踮伫台湾做真水的工作。这张图是当时伫新老病院。做遐所谓培训医疗人员行业的所摄影的，啊，这是尊老店的啊，新老病院。伊的专业是妇产科甲小儿科，这对伫台湾非常重要。伫当时，对伫台湾人来讲，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妇人人搁安怎艰苦，嘛无爱予查甫医生看。特别伫迄个生产真困难的时阵，甘愿死嘛无爱予查甫医生看。台南新老病院伫因的迄个历史资料内面，捌写当时一年中间住院查甫的大概573个人，总是女的只有57个人，你就知迄个落差真大，男女授受不亲，甘愿死嘛不爱看查甫医生，特别伫生产的时阵，所以就有一个俗语安尼讲，检查有人听未？生生赢拼会过，生赢就加酒芳，啊生输嘞，四地方就准备观察，所以一经艰难的中间。伊丽莎白来对台湾的妇人人真大的帮助，伊来了后，真侪妇人人的救星，真侪妇人人伫生产艰苦时阵，伊都该看，并且伊用脚行脚行落去到更加远的所在，嘛为这人真拍拼来接生，也为着因上有命，所以踮伫台湾做真好的工，伊是妇女对伫妇人人伫生产伫看病院的中间有真大的鼓励甲帮助。伊甲伊的丈夫也是宋牧师吼，伊有两个新婚，做宋牧师娘也做医生，真特别是伊用送药啊的机会吼去共传福音，伊一号去送药啊，互人去鼓励人，甲遐人看心。伫迄个送药啊的过程中间，甲人传讲福音，总是真无彩。伊伫台湾的历史只有9年，是因为伫第9年的时阵。有一天他带三个孩子去到高雄目屎的地方染病，回到家里面过外的时间就过身，很短的时间1991年37岁，他就1901年那个等你来看1901年他就病逝，37岁很短的时间，虽然是很短的时间，总是踮伫台湾的宣教的历史，甲妇人人就医的历史中间，留下真水真水的一个卡迹。伫医疗甲宣道的侍奉上面，也真做真大的扶持甲帮助。今日咱看这个妇人人，也好做伊丽莎白，伊也好参像牧师娘同款，伊是做新娘。伊到底是虾米人？咱用一个较无同款的方法来明白伊。这看的，这个是一个时间线。对的，咱讲这是一个事件，咱来看这个妇人人，伊到底是啥物人？伫这个时间线中间有过去、现在、甲未来。现在就是今日咱看的这段经文，今日咱看的这段经文，其实爱看到66节，总是咱读到26节，是介绍隆重介绍伊丽莎白这个妇人人。啊，伊丽莎白这个名，有上帝应允的意思，嘛有上帝是丰盛的。要讲这是奉献给上帝，不管哪，这个名是真水的名，是有包含着上帝应允、上帝丰富，是上帝是要奉献给上帝，真水的名。并且伊丽莎白，伊出生伫祭司的家族，伊是根本，并且伊嘛嫁入去祭司的家庭的中间。根本安尼甲咱讲，伊是阿伦的后人。阿伦咱知影伊是头一个大祭司，他的后裔都是世袭的，所以伊是在一个祭司的家庭长大。并且伊个嫁吼，撒加利亚伊也是一个祭司，倘好讲伊是踮伫一个祭司的环境的中间，不是望族，但是是一个名门的地方。亚华对摩西讲：“你甲阿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讲，唔通娶基路或是受污染的妇人，嘛唔通娶红绣雕的妇人，因为祭司是归做是神，
所以通讲，伊是伫神的家庭，伊也真做一个神的妇人，人真做祭司娘，真做牧师娘，是一个真好，有真好的名，也有真好的一个背家世，总是有一个可惜甲遗憾，是伊未怀孕，并且年老啊，无法度阁生，这是伊的困境。因两个人拢老，无法度怀孕，嘛无囝。而且伊伫人际关系有一个足有名，后来成做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的一个亲戚。天使咧甲玛利亚报消息讲，你的亲戚伊丽莎白，所以玛利亚是成做伊丽莎白的亲戚。而且伊丽莎白咱知伊是洗礼约翰的老母。天使对撒加利亚讲，你的母伊丽莎白要生一个囝，叫做约翰。这个约翰就是洗礼约翰。咱看见伊丽莎白有真好的家世，伊的名真水，伊有真好的亲戚关系，总是伊无法度生，也无囝。咱看到这是伊外在的条件。咱介绍一个人，除了知影伊外在条件，咱嘛要知道到底是安怎的一个人。圣经甲咱讲，伊伫上帝面前是一个称义的义人，唔那是伊家己，是讲因翁阿母夫妇两个都是一样，两个拢是义人，尊探上帝的诫命，无有通拒绝的。换句话讲，因是当心敬畏上帝，并且是踮伫真艰苦的时阵是无怀孕、无有囝的时阵，犹原敬拜上帝。撒加利亚照准时去到圣殿去敬拜。两个翁仔某当心是一个异人，唔那安尼，圣经讲因尊探上帝的诫命，无有通拒绝的。其实无简单，这是不容易的事，诶，代志无简单。咱会当安尼讲，伫这个让人感觉很困难的情况的中间，伊犹原敬畏上帝。咱也通安尼讲，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无通只仅伫伦理道德是行为面顶讲真好的人，也会碰到困难，有伊的艰难，有伊的遗憾的所在。这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伫咱的圣经介绍的中间，其实真短。咱通讲，若用时间来看，只有十个月的时间。咱看见伊丽莎白有十个月的时间。总是伫这个十个月内面，伊经历真侪个代志。我甲小可整理，大概有七项代志，咱来看。对咱今日看经文到伊未来，总共有七项代志。伫这七项代志中间，咱来看伊丽莎白安怎来面对。头一个，伊个丈夫去服侍，去服侍八天了后，回来变会教。这时，咱来看经文中间讲，这是有24班，每一班服侍八天，教轮呢。所以每一班在一年的中间会轮到两遍，安息日的时阵，所有这些拢爱去到着圣殿。所以每一班伊若出去到服侍的时阵是八天回来会到。换句话讲，好亲像你今日你的丈夫，也是讲咱的亲人去做一个礼拜回来讲，会到，那会发生这款的代志。未生已经伫当时已经真艰苦的处境，结果回来，搁一个会到翁。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话话讲话，原来伊的翁婿是踮伫这个圣殿内面，看到神殿，有天使向伊显现，有预言要发生踮伫翁仔某的心情，特别是踮伫伊的心情，总是因为伊无信，翁婿无信，就下到袂讲话。出来了，真正袂讲话，敢会当打手势，人家讲敢拍手势，比手画脚，过去当阵可能无手语，就用国语的用国话，唔信。未讲话，这是一种天罚吗？未生无囝，这是一种惩罚吗？是罪吗？到底是安怎？怎么会有这安尼这款的代志呢？第二个代志，唔那安尼，伊的翁婿无法度讲话，回来了唔那是下教，回来佫佮伊逼足久的，咱会当想象，因为看见这影像，回来爱佮伊的某讲，咱检查会当安尼讲，咱来用想象的，可能安尼一直逼，佮一个老太太安尼逼讲啥？逼讲伊要生囝，这要安怎去了解嘞？并且唔那安尼，生囝是好，总是来想看卖。那较早嘞，因结婚头几年啊，那安尼逼诶，还蛮高兴的。那个时机对，是一手期待，总是已经过这么年啊，年老啊，无五万啊，无可能啊。发生这个代志，这时机刚好，刚有影，结果真正无外久，伊怀孕，要么离开这个代志，
感谢上帝讲哦，血子的机会来啊！过去这侪年，伫社会面顶，互人感觉真见笑。一个妇人人踮伫犹太文化，已经是地位地位真低啊，佫无怀孕，迄地位佫较低。遮尼久长来，伫社会感觉不是那么好的情况底下，检菜受人起起嘟嘟，哎、欸，有心啊，应该我会当去等啦，讲哎、欸，我会生啊，敢是安尼？对伫伊丽莎白的。伊讲主看过我的日子，是要让我伫人间，把这个见晓除掉，是要安怎来血池嘞？我是要安怎来做会较好势嘞？对伫这个妇人人，伊是安怎想嘞？另外一项代志，伊的名伫远个所在去用讲起，伊真做一个举例，真做人一个讲见证的例。天使咧甲玛利亚报消息，这声毋是年老，是无结婚嘞，要生囝。天使甲吐一个咧，甲玛利亚讲：“讲你是还未结婚要生囝，这是真的，因为你的亲戚伊丽莎白，伊是年老，伊也怀孕啊，并且即卖已经怀孕六个月啊！哇，那怀孕，搁有人讲起，真做一个鼓励，真做一个见证，真做一个上帝要宣告好消息，用来鼓励，好像很荣耀、真安乐的代志，敢真正的？”咁真正是我过去拢讲讲未生，即卖是讲会生，而且年老会生，无考定中间的考定。原本安尼讲，古即个咧是要讲伫上出伫上帝话，无一句无带着困难，是要来佐证上帝话。哇，即款的性命，好亲像这人一站起来，人就知伊是咧跟进上帝，伊的内面有上帝的性命，是这样吗？后来无偌久，落来有人来拜访伊啊，玛利亚就来来看伊啊。玛利亚来看咧，玛利亚讲：“我是主耶稣。哦，拍摄，这是天使咧甲玛利亚讲，用着伊丽莎白做见证的时阵，甲伊讲，讲了后，玛利亚就讲：我是主耶稣，但愿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身上。原本听到咧怀孕真惊讶，总是听到一个见证，心内得到真大的鼓励，伊就讲会使啦，但愿免比咧，伊就。”随时去看到底这是真的啊假？天使是安尼讲啦，但是到底是真的啊假？过去我知影看到拢唔是啊，足久拢未生啊，敢真呢？伊就进去甲看，咱看见玛利亚是眼见，伊要看见眼见的信心。如果对家咱来想看卖啊，伊丽莎白嘞，伊无甲伊甲伊翁无共，伊翁伫圣殿内面看见天使，天使甲伊讲异象，但是无看见。总是伊的翁甲伊讲，然后伊点点，经过几个月，真正有心，伊去经历着。这款的信心无同款。玛利亚实在真幸福，伊看见异象，天使甲伊讲话，并且有一个见证会当看，伊去看着。这款的是目睭看会着信心，那安尼伊丽莎白的信心恐惊更加大咯。过来看的是当玛利亚来拜访的时阵，伊丽莎白讲唱一首真短真短的诗歌，咱来看。伊丽莎白看见玛利亚来问候的时阵，伊予信心充满，信心充满时，伊就开始唱歌。伊讲：“你是妇人人中有福的，你所怀孕的胎也是有福的。我的主的老母啊，真特别。”伊开始头两句是祝福玛利亚，并且煞接过来是一个宣告。伊在宣告啥？宣告讲，我系主的老母，这个主是久久以来所唔忙的弥赛亚。伊讲，这个你怀孕的，在讲的是你怀孕的，这个就是弥赛亚。因为安怎知？伊在讲，伊在开始做见证，讲我内面的胎在跳跳，并且伊搁一遍宣告讲，家己祝福你，若相信的妇人人，你是有福气的。归首的伊丽莎白，这个俄罗的诗歌内面充满着祝福。并且就充满着真强的预言甲宣告。伫迄当时，一开始是建立着新约。咱知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了后，有400年的时间，无有预言，无有先知，是遮尼长拢踮久久的时间的中间，所有人说唔嘛就听候弥赛亚，总是唔知。伊丽莎白有迄个信心，伊知
迄极大信心伫个人，伊宣告，好像就讲一个预言，四百年中间突然讲一个预言，是一个妇人人，是一个年老的妇人人，是一个过去予人看作是未怀孕无囝一个老的妇人人，用着信心，伊讲出这个预言，这个是弥赛亚，并且伊宣告，我的主，的老母，充满着祝福，踮伫迄个内面。感谢上帝，安尼用这个妇人人，予伊真做是一个新约，一个开始，一个震撼。讲预言，并且一个宣告。最后，咱看见伊故事的落尾的时阵，咱看见伊真正生伊丽莎白三级教就生一个囝，厝边头尾就嗯伊大喜淋漓，甲伊做伙欢喜，好亲像天使踮伫圣殿中间，甲撒加利亚讲：“你要生这个囝，要予所有人欢喜着跳，真正欢喜着跳。”到第八日，因爱是行到累，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囡仔出世第八天爱行到累，并且爱号名，号名是老爸的官职。所以伫圣殿中间，可以记得无？天使甲撒加利亚讲，你爱甲号名叫做约翰。啊，毋过老爸袂讲话，嘛拢无表示啥，总是所有人照着习惯。迄、那个习惯是啥？犹太人号名习惯，就是家族中间捌号过，就叫一个名。所以你感觉啊？就叫做撒加利亚，跟老爸同样叫撒加利亚，算是哎，这个妇人人老妇人，你来想看嘛，站起来，真大声讲，无，袂使，爱个号名叫约翰。哎，规个家族所有人伫遐看，哪有这么大的勇气甲信心？会记得犹太人唔相信，咱即卖妇人人会当大声，会当相信我站伫遮讲的，无，独排众议，伊来内面的勇气甲信心，是会记得。检查是用个笔啊笔写，爱号名叫约翰，因为这是英文的。真做异人，尊叹上帝，啊，搁会记哩无？圣经讲伊是尊叹上帝的改变的。伫这个妇人人十个月中间所经历个遮个代志，咱每一个人伫经历代志的过程，拢有咱的感受甲想法。伫遮个代志中间，对伫真济代志会有谣言，是天翻吗？敢是这个时机？我要怎麼来解释过去的情形？我会当成做见证吗？什么款的信心伫我的内面？我成做一个预言者、宣告者，还是我有迄个勇气会当独排众议，宣告上帝好的消息的？那么对着伊丽莎白有几项功课，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面对生命中的危险甲艰苦的所在，咱讲过，圣经讲来讲，这对翁仔某就是伊丽莎白是异人，是无通嫌的。在伦理和行为的中间，他们都遵守上帝的诫命，总是有一个遗憾。久久的时间无怀孕，他们无生子，这是他们的艰难。总是玛利亚是保守他自己的心。圣经这样跟他们说，他们两人在上帝面前是异人，尊叹上帝的诫命，无通嫌。我们都会碰到艰难，有遗憾。什么是遗憾？想要做做不到，检查是过了那个时机，刚才是错过了那个时间，刚才在那个时候没有快乐，没有惊讶，总是有很多的遗憾，想要做做不到，应该要做没去做，有那个遗憾在那个里面。总是伊丽莎白看见，不管是什么，总是继续持守敬畏上帝，保持跟上帝的关系。真的跟我们说，就保守你的心，走过保守的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咱看见伊丽莎白，咱看见真好个见证。伫伊个人生过程个艰苦、甲遗憾个内面，伊继续甲上帝保持好个关系。犹太书安尼甲咱讲，伫真道面顶造就家己，伫基督伫天个内面保守家己甲上帝伫底，并且安怎互咱无通嫌，袂有跋倒嘞？仰望咱个主，仰望咱个上帝，伫真道、伫基督、伫踮伫上帝个天个内面。提摩太安尼甲咱讲，操练身躯，好处有独独敬虔的凡事拢有利益，因为人心甲内心拢有应允。操练身躯爱操练，信心嘛是爱操练。伫遗憾、伫难处、甲困境的中间，对伫伊丽莎白其实真艰苦心。你看卖啊，伊咧讲上帝为我除去了那个羞耻，安尼咱会当想象伫过去的年间。检查有真侪背包伫内面，除了遗憾嘛有背包，总是伫伊个内面是继续甲上帝保持迄个关系，迄是伊个信仰超人的关系。检查是伊踮伫祭司个家庭，检查是伊甲伊个翁结手真实，
不过咱会当看去，是伊仰望上帝，伫虔诚的内面，伊甲上帝保持迄个好的关系，会继续踮伫即个生命生活的中间。第二，咱看去伫即个有危险甲难处的中间，检查咱的问，检视我做了甚物歹失德的代志，还是我犯罪，还是我发生甚物代志？圣经互咱看了一个真重要的，是讲因两人是义人，义人的意思是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尊探所谓戒律无通严，换句话讲，因并无做唔对代志，非常清楚，伊未怀孕，无囝，甲罪无关系。唔知恁哪个会记得无？样子，录约翰福音的时阵，耶稣碰到一个人，生来是痴迷的，门徒来问下耶稣讲，这个人出世就是痴迷，是谁犯罪？是谁？咱拢要找迄个救责，到底是谁？是我吗？是伊家己本身吗？还是伊的父母？到底是谁？耶稣的回答是讲啥？唔是这个人，嘛唔是伊的父母，是安那？要点这个人的身躯面顶，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发生代志无通了解，有遗憾、有困难的所在，未为了解，唔是犯罪，唔是听话，不是惩罚。撒加利亚的哀告嘛唔是听话，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咱伫故事也能看见，迄、那个荣耀是真多。洗礼约翰的老母，甲洗礼约翰的父母，毋是，并且咱来看伊丽莎白安尼讲，主眷顾我的日子，安尼看顾我，要甲我伫人间的见效独去，毋是讲要赦免我的罪，是要甲我见效独去。好在未怀孕，艰苦心这个代志，总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罗马书保罗先生安尼讲，伊将丰盛的荣耀显明在那个早就有备班要得到荣耀的器具。换句话说，上帝在备班，无法度解释。在碰到那个艰难，碰到那个谣言，碰到遗憾的代志的时阵，咱甲看作迄有上帝的备班。现在即卖唔知，但是迄唔忙是，迄是上帝的备班。另外，除了遗憾，人生中间有一挂意外，面对生命中的意外，什么是意外？意外就是 unexpected， 不是期待中的，非期待，不是咱所期待，不是咱所计划，不是咱所期待要增加的，嘛不是咱所期待会失去的，迄种的叫做意外。伊丽莎白的意外是啥？是年老怀孕。咱来看伊的丈夫，伫伊的圣殿的中间，伊甲天使讲：我老啊啦。我的家后也老，有神学家这样解释，这个老有一个意思是怕太远，已经怕太远了。什么东西叫做怕太远呢？离开可以生孩子，离开过去，所以用那件事情离开远远了，没有那个期待啊，已经没有那个期待啊，发生啊，你老怀孕，现在我们也有，有一些不是我们期待中间是会增加的，譬如说像这个，你老怀孕是增加的，或者是还有印象吗？在那个拉合有意外的访客，不是他所期待的，总是在暗暝的时候，两个探子对以色列中招来耶利哥城底下意外的访客，这些人抓到看要怎样，不过他的决定是把他藏起来。这是人生的意外，总是有一些意外的访客，不是人，是在我们的身躯面顶，现在加一粒瘤在头壳在位在什么地方，那是一个意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增加。有的意外是减少，是失去。如果伊丽莎白，圣经没跟我们说，圣经让我们看到伊丽莎白是她生了洗礼约翰了，故事就结束。如果她真的活很久，她会看见她的孩子，这个意外中增加的这个孩子却没打算在家的中间要用斩头失去。阿伯拉罕得到以撒，就是在意外的中间，上帝说要给他献祭，是失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这种意外，是失去。失去亲人，检查有人是失去金钱，失去机会，这都是一种失去。在这种意外的中间是没有哪来面对。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圣经来跟我们说隐藏，这个字在罗家福音的用法很特殊，就是点酒点点，他用温重点点，诗篇诗人安尼讲：我所碰到的，若是出自你，我就点点无讲。
所奉的代志，若是出自上帝，我就点点无讲。咱看见伊丽莎白点点，伊认为这是出自上帝，所以伊点点无讲。伊的翁婿毋是主动点点，是毋信，所以上帝有一个机会，予伊嘛点点，予伊点点真久，点点十个月。不过这个点点毋是处罚，如果是处罚，啊，伊讲偷棒总会会当讲话，毋是，当伊会当讲话头一句话。撒加利亚讲的是啥？伊有信心充满，伊有发预言讲，以色列的上帝是爱受侮辱的，因为伊眷顾伊的百姓，实行伊的救赎。伊侮辱上帝，伫一点点迄个过程的内面，伊知这是上帝，所以归荣耀给上帝。伫咱唔知发生碰到意外的时阵，检查咱唔知，予咱会当点点伫迄个中间看上帝安怎甲咱带。另外，伊丽莎白，伊用侮辱，伊讲主看顾我，主宽待我，主为我除了更少。伊用着侮辱甲侮辱甲感恩的心来面对着这款的意外，这也影响着伊的亲情，伊的表妹小表妹玛利亚。玛利亚当伊丽莎白伊讲了伊个祝福的话了，玛利亚伊讲我的心尊主最大。伊也碰到一个真意外，阿未结婚就爱怀孕，并且怀孕更是细款代志，即、這个将来要真做救助，这么大条的事，总是伊的心受到安慰。毋是拿天使甲伊讲，是伊丽莎白迄款水点点，啊，可是圣经有讲，讲伊甲玛利亚甲伊丽莎白住三个月，伫迄三个月中间，伊也看见伊丽莎白的迄成长，伫迄稳重的中间，伫伊丽莎白的侮辱、感谢、欢喜。感恩的中间，影响着玛利亚。玛利亚讲：“我的心存住最大，也用侮辱感恩，我靠上帝，因为伊顾念伊的思路是卑微的。对答以后，伊家己阁讲：我是有福的。真是伊丽莎白讲你是有福气的，现在家己讲我是有福气的，我是有福气的。踮伫意外的中间，点菜，咱用着祈祷、祈求、甲感谢，互上帝将迄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咱的心。”在我们有出意外，是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环境的中间，我们需要上帝的平安点在我们的内面。彼得前书说，将一切的烦恼放给上帝，因为祂顾念你，祂顾念你。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检查我捌甲有的人分享过。1997年是我为学生学院毕业，头一间牧会教会成功教会，我碰到第一个同工服侍的长老，做科长老，那当时伊74岁。我去报道的第一礼拜，伊翁婿过身，伫病院。伊爱去台南信教会，阮就落去台南主持。过当年甲正主持员伫引导主持员对书的礼拜，高长老翁婿对书礼拜，迄天的半暝，过当天的半暝，我接到电话，伊的大汉囝，甲伊足亲的这个大汉囝，是一个警官。高速公路在对派人的时阵，兵车过身，我阁落去台南做弟子礼拜。迄天暗暝伫因家做家庭礼拜的时阵，我主持，对我来讲，做年轻的唔知要安怎讲，敢一直流目屎。有请科长落讲话，拢问伊，请伊讲淡薄话。伊头一句讲的话讲，我感谢上帝。所有人无人讲话。有一个长辈就问伊：“你自年翁婿过身，今年意外，你的囝阁过身，你哪会当感谢？”伊安尼讲：“我一直会记得，我失去丈夫，失去囝，真唔甘，真艰苦心。若是阁失去上帝，我就啥物拢无，好加载。我有上帝通我靠。”伊是一个做店的，一个长老。1999年，我出国去进修。一天的透早，我接到电话，科长老的查某囝意外昏倒，无人发现过身。连续3年，失去翁婿，失去囝，失去查某囝。去年我碰到伊，伊即卖在顾伊查某囝的两个囝，啊，甲伊的囝婿大做伙。伊就甲我讲：“你好无？”讲真侪祝福我的话，人生有意外，在意外中间，无法度
解说明白伊伫三百就点点，这那是出自上帝，表示我那个有上帝，谈我苦，用着恶路感恩，继续我苦上帝，恩主最大。伊伫三百的囝最有名，洗礼约翰，伊有名是伊真做耶稣基督的先锋被绑架。伊宣告讲，我毋是基督，我是奉差的，而且伊讲这个最有名，伊讲伊要兴旺，我要衰微。我当所有做的都是，拢是为着耶稣基督避难道路。以赛亚先知来讲，避难路，避难主的道路。约翰来就是要避难主的道路。这真侪是一个咱信仰中间讲避难道路。不过，如果咱若往头前看，伫洗礼约翰出世前，伊丽莎白怀孕，洗礼约翰玛利亚怀孕耶稣基督，当玛利亚来看。伊丽莎白的时阵，咱检查啥尼讲？咱讲约，这个约翰为着耶稣基督被办道路，比这搁较早进前，上帝有搁较大的办点伫伊撒，伊丽莎白的性命内面一个老的妇人人，是大神被办伊丽莎白被办生，这个约翰，意思到这个约翰伊被办耶稣基督的道路，比较有两双重相顶的一个被办，唔那伊被办生。这个约翰真做耶稣基督被办道路，伊也真做玛利亚的被办。伊先安尼讲，甲玛利亚讲，你去看，伊丽莎白年老怀孕，唔免惊。当伊先安尼甲玛利亚讲的时阵，玛利亚就讲：真愿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你还讲阿未？结婚就爱欢迎生囝，生囝的事总是讲有一个见证，伊丽莎白年老伊也生囝，好这个少年青少年的妇人人开始有淡薄的放心，讲会使甘愿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要陪伴伊的心。奈玛利亚起身去看，当伊嫁伊丽莎白三度的时阵，伊阁继续陪伴伊的心，伊讲你是有福的，你的体嘛是有福的，你所怀孕的就是迄个弥赛亚。相信的，你要真做有福气的。而且咱还看见有一个相定的比班，真做上帝的器皿。伊比班有洗礼约翰，和有洗礼约翰比班耶稣的道路，并且第二个比班是比班玛利亚的心，或者是比班病会当怀孕耶稣基督。安尼，咱会当安尼讲，第一个比班是比班道，比班一个道路，互人甲上帝三度。另外就是一个陪伴心，陪伴心让自己可以跟上帝三度，我们当然说这两个陪伴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和信仰中间是有陪伴的。检查我们没得了解，检查有遗憾，有难处，有意外，不能够明白，总是那个背后有上帝的陪伴。上帝的陪伴有时是陪伴我们的心，让我们去经历上帝，并且让我们可以陪伴真多是陪伴道路，让别人可以去经历到上帝。这两个陪伴让耶稣基督真多咱的救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无照着我就会到上帝家。陪伴心，陪伴道，让真多耶稣点在咱生命中间，咱甲上帝三步。人若自责脱离逼阵的事，真多贵重的器具合主使用，行达行好的事。伊丽莎白各种的健康的中间，伊敬虔，伊陪伴伊的心，也真多陪伴上帝的道路，并且伫伊经历的中间，拄则我有讲过四百年点少少的内面，伊丽莎白的日子其实到伊生完囡仔了后，洗礼约翰一出世就停啊，再也没有见到他，伫圣经内面拢无阁听过伊的代志，也毋知影伊到底活偌久，拢毋知。不过伫伊一出现伫圣经内面，就打破迄四百年来的沉寂。伊宣告耶稣基督，伊宣告玛利亚所怀这个胎是主，是弥赛亚。伊宣告弥赛亚，伊宣告玛利亚就是耶稣基督的老母，伊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哥林多后书保罗安尼讲：，咱在自沾自清的苦楚，为着要成就极大无比的荣耀。过去真久长的时间，检查伊忍受着未有怀孕的艰苦心。
都是吞吞到落尾，而且做贵重的器皿，陪伴玛利亚的心，陪伴耶稣基督的道路。约翰讲，这人来是做见证，为光做见证，让众人会通信。伊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结论：伊丽莎白，其实咱看到伊丽莎白，伊的信仰一开始路加真特别，伊真做是信仰一头一个出现的妇人。咱若看到伊，刚才咱想到古约，古约的撒拉伊嘛是未生，古约的哈拿，这个让咱想起。看到这个人，让咱想起其他的见证，参与一个镜，参与一个窗啊，伊是一个见证，伊是一个福音的见证。在伊的生命中间，咱看见伊的信心真特殊。伊无参像伊的丈夫有看见异象，伊无参像玛利亚有其他的见证通看见，总是点在伊的内面，是有上帝的信心在伊的内面。伊本来是甲咱讲，有这么侪见证人，参像分彩为着咱，就放下所有的担当。托起咱的罪，存忍耐，往头前来跑走。何况是咱，咱今麦有圣经通看，有旧约，有新约。伊伫等咱常常咧听见证。天使甲玛利亚讲，有迄个见证，你通去看。玛利亚看见啊，伊听天使讲，伊看见，伊就信。那咱今麦搁较幸福，咱毋来看，毋来听，咱来当经历着。伊丽莎白伊的信心，伊的盼望甲伊的疼，真做咱的鼓励。伊各样的处境的中间，互咱当学习挂靠主。伫咱的祈祷久久拢无看到着应允的时阵，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无失去信心，仰望上帝，并且互咱的经历史甲吞论会当真做上帝的管道，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感谢你借着伊丽莎白，予阮对旧约看到今约，看到现今，知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祝你顾念阮，祝你陪伴阮，祝你带领阮，予阮踮伫信心、盼望、甲疼的内面，甲你三度。阮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敬诗。咱起立来敬。求主带我的同行，欠顺靠山，你的路途，追逐你有难通达，一切艰难困苦，怎我熬夜行难的话，到夜。在敬虔的人，在无通嫌的人，也会当着艰难、遗憾、意外的事，求主帮助咱。咱来祈祷，求主帮助咱在各种的处境的中间，让咱有信心，有迄个盼望，还是着伊丽莎白，然后咱会当陪伴咱的心。也真多，咱陪伴别人的心，甲上帝三度，咱同心祈祷。
听主，当我碰到危险、艰难、意外时，我要讲出自你完全点睛，予阮的心受你陪伴。我靠你，交托你，也愿上帝你陪伴阮的心，予阮有迄款的活命，正做陪伴你的道路，予人甲你相拄，帮助阮伫人生的路途，伫每一项代志，伫每一个时间的流程的中间，阮拢会当教主你同行，予主你来引导。阮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